安安啊，各位。什么事情啊？现在小狼，我才刚刚开始啊，怎么就开始有人跟我讲说哦要拆家了？那个三个 A，Oh my god， 他跟我讲要拆家了。然后小狼，你现在有点喊傻哦。哎呀，我还没有开始直播就已经喊傻了。Oh my god， 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我看我还是下播好了。Oh my god， 青色的书啊，相框，为什么是一只马？这个是马还是小狼？小狼，我把你关在我的床头，这个是什么？你好个倒霉头的家伙！小狼别这样嘛。垃圾桶当然要放在床边啦，你们懂了啦。如果等下有来个纸巾就完美了。是可爱的小马吗 ？OK， 放在这里。为什么这个马一出来就给我看它的屁股 ？Oh my god， 这是什么 ？My little pony 吗 ？My little pony， my little pony。谁家的孩子买那么多马？来了，会把强迫症逼疯的游戏。Oh my god， Veronia， I give you an advice， please quit this dream as quick as possible， OK？不要生气，对，因为我之前玩过，然后的话我就是硬来暴击。当初玩这个游戏差点疯掉 ，Oh my god， 肥肉娘，我连我为什么买那么多鞋我都不知道。哎呦，小狼，走，带你进房间，走，放我床头。你看，我对你极有心啊，把你放在床头啊，小狼。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。对，那个不是狸猫。I know, but I just want to, you know, 破坏你。